最好的慈善事业，就是与教育合而为一。以文化教育来培养人才，宣传教义，从思想见解上改造人心，这才是根本之道，得以发挥宗教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所谓诸供养中，法供养第一。只要发愤图强，越挫越勇，一样可以走出昔日的阴霾，而看见令人雀跃的彩虹啊。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传真：03989-8787，03989-8787。你打车接我们，那把落着，那地方。嗯，那是。
牛啊，那什么吃什么嘛，平吃什么嘛，平。他们农就是第一道路支撑，一个落单的药是吧？你下来落这个吃猪肉，吃不消化，各种药。第一道支撑建议，他是先把稍微切的，怕把多有效果，怕肉的是把肉给你不用，总跟说我支撑那么大个用的你呢？用的你那边就是就叫我三道结巴。这把支撑就蓬勃当中有了用途多块是一把当跟这支撑前面你把当中打把时间啊是这支撑那支撑的东把门娘把时间说我平庸东把当中的那不也记得住我妈妈把我三把三把把把妈就到沙漠边嘛，把把给他问他哒啦哒啦，上面的阿娃我给的我没说。我妈把我三把三把把把妈就到沙漠边嘛，把把给他问他哒啦哒啦，上面的阿娃我给的我没说。接上周生的上辈上周生的接把觉得切你林生切林生你林生切林生上辈我们打发了这一年狼对吧那对吧有狼对吧你对吧呢嘎巴忙碌错作错作帮这边上面碰上的松了这春节爬肉的是吧用是做过这边我们那一句就是春节这春就没见这春能不能到达的弄些没别这春节这个爬坡山坡有大坡山脊上姐姐去了这是你的父母现在有多少坡山你们把这种桥啊来种啊这把这种坡山脊上姐姐坡山爬坡脊坡这种桥高啊这种坡山你们没有这个那么多的地方了那坡山他被这种地方坡山从坡山被这种坡山坡山这春节不过去了，要多多过节节。哎，这样办儿，办不怕办了这几下呢？说不定就住他旅游吧，一把不米那么多些，洗什么我们冬天的，下来就不干涉，然后一直到这边，你们邻里什么南疆？是不是在身边还有的第二讲因为中间讲两万那讲一七十一那是一七十一那年是几把手平庸化的那把上去得来讲那著名多了刚去嘎巴三斤不差把人家把十万忙活出这边刚去当去拉的就不行啊，那些地方干活就不听，你自己做那啥把劲，送啊，别人单位送那么，怕把送去，一种么大了，
你把一个就是在玉门人我都把送往来讲他当场景就对吧他说他不干但是你这不把那这的送啊平用切行这样上中就行去什么多嘛呢平用南国他的切中没吧切中没这做不上街去我们做的就绝了七八大一点告诉说他多几次过下班那那么的那么多沙漠当这边娘子让被欠的人生节啥都哭的这是我们国人没去就是没讲过参加进步出个不得不告诉你因为噶把工具的，他们给我的，就我也，也马上都空手拿出个进去，噶几个，那些班级话，因为其他的给我的话，上就全部没完的，因为一定组有数那么的，上学的话，你跑到你这边上班的。一个老几把这把有四个坐的坐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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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念佛法要，三恶道是我们恶业力变现出来的，三善道是由善业力变现出来的，四圣法界是净业力变现出来的。我们今天念佛就是修净业，用纯净之业变现西方极乐世界。念佛要如何才能念得好？没有什么秘诀，唯一的方法是多念。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一个念佛的好习惯，行、住、坐、卧，不离一句佛号。久而久之，念佛念到自己不念的时候，佛号也会不自主地从内心浮现出来，这样子就容易成就。如果有善因，再加上念佛的缘，果报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不但恶事我们不做，恶的言语不说，恶的念头也不生，念念只有阿弥陀佛，心心只想西方境界，这样修行就对了。我们平常要修福，不要只想要享福。修福不享福，福报留到什么时候享？
临终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想。那时候若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即是大福报。只要临终神志清楚，这个人纵然不想往生，也不会堕恶道，自然随善业力而去。净土法门虽然可以待业往生，但重要的是要能扶助烦恼。烦恼虽没断，但要能扶得住，扶不住不能成功。所以要有能力把烦恼扶住才行，烦恼扶不住就常常起现行。佛菩萨告诉我们，唯一的正念就是念阿弥陀佛。一天到晚保持正念，不要把正念忘失，这就是所谓不舍正念。老年人第一福报就是健康，财富没有用处，有财富不健康，仍是苦不堪言。如何得到健康的身体？念佛，心清净，身就清净，就能得到健康长寿。我们读经念佛是方法，目的是让我们身心清净，没有时间造恶业，这样与净业才能相应。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念佛的秘诀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心里只有一个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外什么都没有，即六根都摄。老实念佛，一个妄念也没有，六根就都摄，此念就是净念，相继是净念不中断。真正做到大势至菩萨讲的净念相继，觉明妙行菩萨讲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样的人一定往生。真正求往生的人，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心里只有阿弥陀佛，只想阿弥陀佛，只念阿弥陀佛。一
心念佛不是叫你什么事都不做，而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因为任何事都不碍念佛。行、住、坐、卧四威仪不碍念佛，这是念佛法门殊胜之处。平时一定要学习看破世界，不要对这世界有丝毫的留恋，心一定要清净。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心转境界，神是往生，不是身体去。所以我们修行重要的是在心，不是在身。印光大师教我们常常想到死，死到临头怎么办？人若常想这个问题，就不会迷惑颠倒，就会放下，就会认真地念佛。若把死字贴在额头上，就会常常想到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放不下也得要放下。如果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放下，没有舍贪嗔痴慢人我是非，这样虽然念佛，心仍不清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是心净则土净，要想心清净，不看破，不放下，就很难成就。念佛人对世间事要看淡，一切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要觉悟。放不下就是看不破，看不破就想到自己还有明天，还有明年，往后还有多少多少年，所以功夫不得力。每晚睡觉躺在床上就想，我就要死了，想佛念佛。这样想有个好处，到临命终时没有恐怖，因为天天想佛来接引，总算让你等到了，等佛真的来接引的那一天，自然心生欢喜。古人讲的珠不离手，佛不离口，心口相应就是真实念佛。所有经论法门消不了的业障，念佛能消。我们的精神意志集中在一句佛号上，这句佛号念念相续，既没有烦恼，也没有分别。确实一句佛号就把妄想执着都打掉，这是消业障不可思议的法门。
要想念佛功夫得力，还是要借重持戒，也就是要断恶修善。唯有净化身心，才能真正定下心来念佛，才能达到功夫成片。要念到功夫成片，才能往生，凡圣同居土。念佛最要紧的是敦伦敬分，贤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念佛是正行，行善止恶等皆助行，必正助双修，方得一心不乱。如果念佛功夫真正得力，每天念十念也不算少，假如功夫不得力，一天念十万声也枉然。什么叫功夫得力？念到心地清净，能把妄想烦恼扶住，这就得力。新的一指，开启心灵与意识，谈一场不会失恋的恋爱。当我们爱三宝时，就像是一场永不会失恋的恋爱，因为所爱的人不会突然跑掉或者移情别恋。而且因为我们对所爱的人永远都不够深入，所以永远会有新鲜事在等着我们。而当我们证悟时，整个意识都是我们的所爱，佛、法、僧三宝，那是直接的体证，所以更不可能会失恋了。皈依就是纯然的奉献，感恩和尊敬。当我们感到感恩、奉献和尊敬时，我们的心中就有爱。爱和尊敬在修行之道上是并肩而行的。以证悟的觉者佛陀，皈依教法法，皈依开悟佛弟子的团体僧，有着很深刻的意义。佛法僧并不是外在的避难所，他们是在精神上的避难所。在所有关系中，修行可以说是和我们本身最密切的一种关系，因为它直接牵涉到我们生命的本质。
它需要心灵和意识完全的投入，用意识去了解爱，用心灵去感受爱。我们称佛、法、僧为三宝，因为它们具有无上的价值。宝并不是指佛的肉身，或是僧众的肉身，而是指他们的涅槃式，能超越所有人类欲望与染污的意识。智慧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智慧是由听闻而来，或者由阅读而来。把这样得来的智慧经由内心思维后，尝试着通过身、口、意来付诸实行，这是第二层次的智慧。当我们不断地实践，我们的思想、语言和行为就会慢慢地进化，第三层次的智慧就会产生。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划拨账号50396819，50396819，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5666，012001205666。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烟供香粉，药供包香，弱势关怀，不食动物。捕蛇者的悲惨结局。山脚下的村庄里有位宋先生，他非常擅长捕蛇，经常到山上抓蛇卖给村里的商店，或是直接杀掉。宋先生，你来了呀，你又从山上抓蛇回来了吗？是啊，你看看这里可以卖多少钱。哇，这么多蛇呀。哇，宋先生，你真的很厉害呀。那是当然的呀，宋先生捕蛇的本领可是家喻户晓的。宋先生，今天总共8条蛇，这里是今天的钱。宋先生捕蛇卖蛇赚了不少钱，因此他的生活过得非常富裕，村里的年轻人感到非常羡慕，于是便决定拜他为师，学习捕蛇的技巧。你看宋先生赚钱多轻松，上山抓几条蛇就能卖那么多钱。你要是觉得容易，你也可以去山上抓蛇来卖呀，就怕到时候你没抓到蛇，却被蛇抓走了。喂喂，你不要以为抓蛇很简单，其实抓蛇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任何人随随便便就能抓到蛇，那我们也不会花那么高的价钱收购了。就是说嘛，你要是有宋先生那样的本领，
就上山去抓，要不然还是老老实实的种田吧。宋先生又不是天生就会抓蛇，他能学得会，我应该也没问题的。是啊，你们可以去跟宋先生学捕蛇呀，等你们学会了，也可以上山抓蛇来卖了。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可是宋先生会将抓蛇的技巧传授给我们吗？怎么不会？宋先生无儿无女，孤家寡人，只要你们肯真心